谢谢安娜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哪里？这里。这是介绍国小哦，去玩吧。只能到一楼，是不是？抓不到吗？用跳的啊。这也是复兴乡脚板山的介绍国小。现在我们要去逛他们这边的泰雅生态园。那超大木瓜哎！超大木瓜，哇塞！哦，这一颗木瓜可以好几个人吃哦。等一下，先把它。这是他们的菜园哦。他们这边还有一个好多排的石头绿蛙梯，而且还蛮高的哎。这是攀岩，你上得去吗？加油！不要掉下来哦。好，再上去。哦，到了到了，小心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很陡哎。慢慢来。哎，坐好哦。呜！姐姐，你还好吗？哪会很难，对吧？我也是觉得不会很难啊。上去吧。你在干嘛？这样怎么上去啊？玉馨，你的背要换脚踩。好，再抓。妹妹，你还要抢，要不用踩，直接用手的力量把自己拉上来。你看，哇，你刚刚完全不用踩那个，直接用手的力量把自己拉上来。有没有很厉害？加油！好，我要做哪一个？呜！哦，妹妹超强攀岩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这应该是45度角吧。林旭，你知道妹妹爬多快吗？你看妹妹已经不屑用手了。介绍国小的绿化梯好玩吗？好玩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